跟大家讲下今日系咩日子？中秋。请来个我跟张先生的多巴胺穿搭男模张先生个人 solo。坐下先吃点小吃，和约夫妇双双虔诚干饭。张先生的美颜刺身，饿死我了，赶紧来一大口。男人的加油站，生蚝。看张先生表演吃播。金枪鱼，到我表演了。好吃到只会点头。来个张先生大头。中场休息下，好好给粉丝宝宝们拍拍食物了，我替你们好好尝尝。真是好吃到翘脚脚。我对住呢个人，对住咁多年，好惊。你同大家分享下我哋系咩星座？其实我哋两个啲星座系最唔夹嘅星座嚟嘅。点解咧？首先要飯，咁你問我要唔要飯？要唔要飯？要飲白飯咁樣。跟住佢傾住同人哋講話，人哋同你話，我唔要飯。